等一下，投诉他跟冰量不够，对，管子太远了，也没对准，再喷一下，你就喷长一点点，来，冬天了，超超人人。说过了吗？说过了吗？哇！这个好看，好看，好漂亮！小心，小心，看一下。哇！多少个家庭会为这一刻？我帅呆了！好漂亮，帅呆了！哇！影帝。 影帝，好啊！影后，对了，母后，已经很棒了，掌声鼓励。满腹经纶，当你面前的手举起时，请立刻说出规定类型的词语，答对得分答错接受惩罚。那等于强行让你回答呗。对，你不想答，他帮你举手。这个手举不举不归咱们管。但是答不答是我们的问题。对，你要答错了，你就是该受惩罚是自己。哎，你们要不要这个管子先试一下？这个喷出来的效果是什么？好的，哎，错了啊！九号，我说的是那个烟，不是那个手啊。不是是那个手啊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吓人了，来吧，试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我说试一下，谁？
我们现在从九号开始，上上下下，进进出出，来呀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耶、yeah, ，左左右右，来来往往啊，唧唧歪歪，是是非非，上上下下，说过了，说过了。谁说的？我第一个的。等一下，投诉他干冰量不够。对，管子太远了，也没对准。再喷一下，哎、你就喷长一点点，来。升天了都。超超人人。好了，继续。高高兴兴。继续，来来往往。说过。说过了。啊！啊！在旁边，在旁边很可怕，在旁边感觉很可怕。谁说过？你平平安安的。说过了。说过。说过大大小小。哎呦天哪！别说过了吧。没有。耶。对吧投手。哎呀妈呀。对吧投手。哎呀妈呀。这个没有。这个没有吗？喷。这个没有的。嘚嘚嗖嗖没有记忆。有有都没有。都没有。有的。有的有的。我替小宝说一句。东北话有。你别嘚嘚嗖嗖的。有。对呀、啊。有。姐姐。有。姐姐我。凭什么拍人家？对呀、啊，这干冰谁喷的？我喷他一下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意思是不是得瑟？是得瑟。对，不是得瑟，是嘚瑟。嘚瑟。是，不是嘚瑟，是得瑟。得瑟。在我们这儿大家得瑟。啊，对对，你们叫得瑟。我们这儿叫得瑟。叫得，叫得色。好，这个算对，刚才误喷，不好意思。对呀、啊，把这分给我加上。刚才算你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刚才误喷，不好意思。误喷不好意思，对对对对，光嘴说就 OK 了吗？哎、来继续了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来，辛辛苦苦，哦，花花绿绿，哎呀漂亮啊，唧唧歪歪，说过，啊。
我说的，爸爸妈妈。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，爷爷奶奶。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，这家里这嫡系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说，我说五五六六。什么是五五六六？什么是五六六？快记账，记账。哎呦，牛啊！哎呦，牛啊！五六六没有吧？没有，只有七七八八。五五六六是个组合。五五六是个组合，我就是说一个组合，我就是说一个组合，七七八八。啊，高高低低，我忘了，不顺眼了。洗洗不不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我的心错了，快喷！我明明白白了，是七个字了，坑坑洼洼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生生世世，我刚才要说这个，长长短短，长长短短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说过了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停停停，没有，没有，长长短短说过没有？嗯，哎，你从那完了吗？完了，还没给你举手。对，先别举。对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哭了。怎么办？我也哭了。我是哭的，我也哭了。我发现我们特别不适合玩这个游戏。对，那你怂样，他一直捞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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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你走开！完了，走开！对，这是干完了。等一下，完了，这么他一直干扰我。我想到了一个，真的，我想到了一个，他一直干扰我。有用吗？有看到有用吗？等一下，完完全全，完完全全，说过了，可以啊，没有说过，说过没说过吗？完完全全没说过吗？完完全全怎么不能造句？那完了，全全完完，呀，完了，稀稀拉拉，哦，到我了，逼逼叨叨，啊，就没词儿了。紧张啊，真想不出来哈、啊，急死我了！你回去，吞吞吐吐。这个谁呀、啊？我。是的吗？耶，太好了！稀稀拉拉，我对了。哎，这好像说过了。我给你加油。我说过的。说过了吗？哇，这个好看。这一刻，我帅呆了，好漂亮，帅呆了，哇！好了，我们第一个环节就结束了，我们第一轮恭喜李晨获胜，哇！然后下一轮由李晨控制，你想让谁回答就点谁就可以了。哦，老李头，哎，我们都是有老年症的人，我可以一直按一个人，对吗？我觉得让嘉宾多玩一下。我跟冰冰关系很好。我今天是新来的。我觉得嘉宾来一趟很不容易。我在歌坛一向是压轴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你根本不需要这时候把我给弄出来。是的，是的。我还挡着婚礼的时候写给唱歌呢。对。我那时候我说可以去演小品呢。好，我们第二轮的词语结构是 A A B C。A A B C。水利是。津津有味，好难啊！现在想到了可以举手吗？想到可以举手吗？举起来！来呀嘛，快点来！来呀，来呀！你给我又忘了，快点来！你给我又忘了，快点来！快点来！哎，你为他那边惹俺这边落落大方啊！把我的都说了！快快快快快快！李晨，滔滔不绝。哎，完了，我这全部说完了。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这个。哎呀！郁郁寡欢。哎呀！哦，死了死了，没有了。好好学习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天天向上。
谁？我这边还有谁？来呀，来呀，挤了这五，来六六大顺。哎呀！哎，你们的思维都打过，好不好？滚滚红尘。哦。哇。OK， 我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吃吃情深。滚红尘啊，滚滚痴痴啊，情深。红尘呀，滚滚痴痴呀，情深聚散终有时。那是歌词。我想问怎么了？我错了。好了吧？不是，痴痴情深说的不完是痴痴阿情深，还有少一个阿，还有少一个阿，少个痴痴阿情深，痴痴。好，涓涓溪水。哎，我有，厉害了，呵呵阿义，什么玩意儿？来呀，哼哈，你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为什么周杰伦要唱？为什么哼哈不可以，周杰伦要唱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吗？哎，不对，那嘴里全是烟儿。秦哥，秦哥，默默无闻，漂亮的，漂亮，又有了，孜孜不倦。哎呀，什么好词啊？哎。你跟鹿晗今天词的特别好啊，盲案啊，盲案都能按到我，我有，别喷，一一得一。一七得一是 A A B A， 什么 A A B A 什么？你说三三得九就可以了。哎，你说三三得九就毕业了。说三三得九，三三得九就毕业了。三得九。哇！我感觉。陈赫，叫陈陈赤赤，妈妈就我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孩子，不要再喷他了，哎，这是在做什么冰猪肉吗？源源不断，哦，啊，我又想到一个。赫赫有名。咦呀！咦呀！哎，这是你的场合，你都找不到。根本想出来了。不要假装你根本就没有想出来，只是说到赫赫，自己连名字没想到。啊，我又想到一个。啊，太厉害了！真的。你说。真的，哎，嗯，真的，哎，嗯，是到哪儿了？是到你了。事事顺心。哎呦天！哦。Say some to it。口口相传。哦。姗姗来迟。哦。我怎么听啊？还有吗？迟来的爱。好，我们这一轮结束了。郑恺获得本轮的胜利，同时拿到一条锦囊妙计。第三轮游戏，词语的类型是：第一个字发音为三声，第二个字发音为四声。我来，谨慎、美丽、丑陋、礼貌。悔过，对，眼泪，可乐，女婿，米线，咋地？
你可以，毒死我了！这个绝对可以。什么？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第一个字不是第三声。喷。阿切，阿切，为什么我没有思考的回答了？为什么我听到他的回答什么？哎，忍耐，毁灭，可恨，可恶，马路，漂亮，脚气，脏了，对，影帝，好啊，影后，对了，母后，已经很棒了，掌声鼓励。我们这一轮获胜的是邓超，耶！百事可乐。第四轮我们要进行的是歌曲接龙。哦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，彻底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。来试一下，来试一下，来谁？现在请邓超来控制操作台，李晨和郑恺回到座位上。娜姐起个头吧。你伤害了我，啊，我好接。我一笑而过，我一笑而过。怎么了？是还一笑而过，还一笑而过，不是我一笑而过。你要可改，这词儿可以改呀。干嘛那么死脑筋呢？你伤害了我，我不说话，我一笑而过，多好的词儿啊！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来吧，来吧，相约1998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耶！八是吧？八。八月桂花遍地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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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的锣鼓，让它年年齐切。哎哎。咕咕咕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想想。咕咕咕，咕咕咕，我的爱情鸟。耶，鸟。中华小曲库，鸟。中华小曲库，中华小曲库，中华小曲库，中华小曲库。鸟儿，你满天飞来满天。妈呀！因为卡住了，大家都唱不出来。从郑恺接着再出一个题好了。那个是吗？其实啊，春天花蕊的鸟儿自由自在，就是这一个鸟。鸟儿自由自在。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你快来。那你先让他接一个。好接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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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呜呜呜呜呜，毒，毒，毒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好，谁会爱上谁？谁？谁知道为了什么？哎，好好好。谁知道为了谁知？人家是不知道。那是不知道为了。真想不出来啊！谁的眼泪在飞？谁的月是流星的眼泪？泪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累不累？醉不醉？的人无人相依偎。喂，喂，有船吗？哇！哇！对吧？谁呀？你看着点。这个正中下怀。
哎，这个可以呀、啊。我全来了，没娃叫国和，拿一个来推我嘛。没娃呀，国和，是哪个来推我嘛？我就来推你嘛。还是我来推你嘛？对呀、啊，正月里是新年啊。这首歌再不过就不行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公布结果，恭喜李晨、郑凯、邓超，还有陈赫， yeah. 各获得一个锦囊。耶、yeah. ！哎，我觉得应该是小宝都在帮别人抢。啊，那不是抢答呀！八月桂花遍地开，哎，开心。喂，有船吗？你说我这个嘴，你这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在我心目当中，他是第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已经取代小猎豹，中华小曲库。对，中华小曲库。